咁啊，順天應時咧就應該光啊神州上翻天嘅城通之星嘅啫，最後一百米路程脱穎而出咧就應該光啊應順天應時過咗段時間，順天應時贏啊，跑到第二名咧，海邊個檔光啊神州第二、第三名嘅垂下金，第四名嘅城通之星咁樣噶啊。